情尽量减少打喷嚏。哇，请问你们两个这五边的真好，卡斯塔什么意思啊？我也不知道，其实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。这是多久以前的歌呀？我也是1960年，我真的也是这一次才听过这首歌。1960年。哇，那我1960我才2岁而已，都还不知道在哪。可是很可爱，然后很好学。打喷嚏要不要？要不要练习？要不要？不用哎，不用啊。好，我那个嘉贞，你刚刚那个到底打不打？你那个哦，因为没有，因为那个他有一段真的就是要啊啊啊，然后有的是就是要直接啊。就是有分，他有分，对，打不出来，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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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。哎，不过蔡家珍那个啊，到有一点太性感了。你啊，你啊，干不也规定查甫在下面？对啊，你没有哈啾，人家以为你在干嘛呢？不是因为那个最后那个球没有出来，我觉得好像有一件事情没有了，没有做完，没有做完，做完。对，还有另外这一边，我被选欧罗陈昭伟，来昭伟，昭伟，哎呦，中国小姐呢？那是女生的 key 哦。嘿，这歌查甫的调跟查甫的调是无同款哦。女生的 key 她竟然唱得很好，而且你把那个妹样子都做出来，虽然长得像你嘞，小周老师教的啊，那有一点是不好的。你看人大家，你看看恁的恁的开叉，你看恁开叉，你看看你看看。哎呦，安尼美腿安尼水，啊，你也开叉开伤短啦。你自己开高。因为实在是借无我的衫，啊，我本来不跟那个服装师说，不然直接开到腋下也可以。开裆裤啊！小猫短腿就光追。报告大帅，这个姑娘留不留？这个姑娘留不留？留不留？这个留不留？我跟你讲，每个女人、每个姑娘都要留，都要留。就这个把她枪毙了，出来大帅，要不得，我去枪毙了。那真的是非常精彩啊！今晚阿当哎，今晚春相，先只有还是白宇哥了，白宇哥还是你，那还是你。这边是乔佑队，乔佑打喷嚏是乔佑队，是百乐门是显贤队，哪一队比较好？一二三，哎，乔佑队，巧乔队，哎，这边呢？真的呢？这边真的呢？我跟你讲啦，你把酒拆没有？你还讲话？他妈大帅要把你枪毙了！不，你为什么是打分数？因为呢，是副官，可以说，基本上这队哈，因为唱起来那个调、那个味道啊，那个俏皮的感觉，真的就是那种上海滩那种百乐门，百乐门啊，音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他给你俏皮，我们这边给你脱皮。哦，你要我们是包皮的，我觉得副官为什么选哪一边呢？因为那个沙发可以动啊。最要感谢的就是一个人，杨秀慧。哎，接下来我们大家都走了，杨秀慧还要打扫后面，扫地，真的都是他。对啊，我们真的就像一家人，就像一家人，是兄弟姐妹们，你们在这一起唱一起玩，有没有觉得很好玩？好玩，要不要再来？要。好了，啊，朋友你们是爱打礼拜讲看，请家叫我看，别忘了每周收看我们精彩的《我爱BB秀》。